上夺人导师下，锦囊宝宝来报道，开跳，嘿嘿嘿！每一个宝宝手中都有一个锦囊，那每一个锦囊都是不一样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获胜方，也就是咱们校龄好汉队翰林老师，您可以选择。哎呀，问题是四个宝宝我都很喜欢，这个全都可以选吗？只能选一个。哇，只能选一个，太遗憾了。这样啊，谁能告诉我你们手里边锦囊拿的是什么内容，我就选谁。谁告诉我一下？那不行，巩爷爷，你选择我。知道里面是什么？巩大哥，你别占便宜。巩爷爷，你选我，我姥姥可喜欢你啦。巩爷爷，巩爷爷，你选我，我妈妈也喜欢你。巩爷爷，巩爷爷，我姐姐更喜欢你，她可是你的头号粉丝呢。哎呀，巩爷爷，巩爷爷，我奶奶的奶奶可喜欢你了。谢谢。谢谢潘宝宝。我想选我身边的这一位非常漂亮的小锦囊。好，好吃呀！爷爷选我了，让我们看看我的锦囊是什么吧。好呀，我们看一下，导师助演。导师助演，这个好，好，有好戏看了。谢谢爷爷，咱们两个一起走吧。必须走，走吧。哎，好。